Welcome to Tech,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for Tech.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It's tech time again. Today, we will watch a video lesson conducted by Miss Shen of Ursuline Academy of Dallas in Texas. The theme of this lesson is Chinese New Year. Wow, that's an interesting topic with rich cultural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ctually, from the functional and language objectives listed here, we can see this lesson focuses on the eve and the fir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Still, there is a lot to talk about. I am eager to see how the teacher presented th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and maximized the learning. Let's see the first part of the video in which the students learned about Chinese New Year's Eve. 我们来先复习吉祥话。平平安安。健康快乐。老少平安。年年有余。大吉大利。财源广进。阖家团圆。好，我们要有比赛了啊！好，你们现在，啊，换一换，好，来看看，好，你的是什么？ 万事如意。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来，你的是什么？新年吉祥。新年吉祥，新年吉祥。大吉大利，大吉大利。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什么？中国春节。 很好，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春节。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日历？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日历？现在我们用的，现在用的是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日历是什么日历？阳历。现在我们用的是阳历。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人用的是什么日历？农历。对了，我们这个是日历。很久很久以前，中国人用农历。现在我们用的是阳历，对不对？现在我们用阳历。好，我们来先看一看，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2月8号。 对了，今天是2月8号。今年的春节是在哪天？哪一天？2月15号。2月15号还是16号春节？哦，今年的春节是2月16号。春节在农历是几月几号？农历的几月几号？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农历的正月初一，那今年的阳历是在2月16号，对不对？中国人过年以前要做什么？要怎么做？中国人过年以前要做什么？打扫房间。哦，要打扫。打扫什么？打扫房间。谁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打扫哪些房间？打扫客厅，还打扫什么？还有什么？ 卧室，中国人过年之前要打扫房间，打扫客厅，打扫卧室，还打扫什么？还打扫厨房。对了，非常好，还打扫厨房。这是什么？布置。哦，要布置房间。中国人怎么布置房间？怎么布置房间？挂灯笼。哦，挂灯笼。对了，中国人过年之前要 挂灯笼，这是灯笼，对不对？对。他们在干什么？贴春联。贴春联，非常好。他们在贴窗帘。
这是什么？窗花。啊，你看我们的窗户上有没有窗花？哦，这就是窗花。除了打扫房间、布置房间以外，中国人还要做什么？买年货。对了，还要买年货。什么是年货？什么是年货？新的衣服。新的衣服是年货，还有呢？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过年好吃的东西是年货，还有没有？还有这些东西也是。好，你看看我们这里有好多年货，灯笼、鞭炮、春联啊，门神、年画，这都是年货。好吃的东西、好看的东西、好玩的东西都属于年货，非常好。那今天我们要学新的，我们要学学什么是大年夜，什么是大年初一，好不好？好，我们在学这个之前，我们先要看一段影片。好，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就是春节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传统。除夕的晚上就叫大年夜，大年夜晚上中国人做什么？你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大年夜的晚上，中国人要一起高高兴兴的做年夜饭。年夜饭，年夜饭里有什么呀？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这叫年糕。南方人吃年糕，因为年糕的糕和糕听上去一样，所以表示年年糕。南方人吃年糕，表示一年比一年好。有各种各样的年糕，有长的，有方的。这是南方人。北方人吃饺子，哦，因为饺子看上去像元宝，像元宝。元宝是中国的钱，很久以前的钱，所以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北方人一定要吃饺子，因为元宝是钱，所以饺子，吃了饺子就表示要发财，有很多的钱，所以中国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大家高高兴兴的，团团圆圆的，一起吃的这顿饭叫年夜饭。好，年夜饭，他们很高兴，对不对？高兴不高兴？开心还是不开心？开心。团圆是一个人吃还是大家一起吃？大家一起吃，所以叫年夜饭，也叫团圆饭。好，我们来看看他们中国人，这是中国人在一起吃团圆饭。好，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们等一会儿要问这些问题，好，要问这些问题。春节有很多有意思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前一天叫什么？春节的前一天叫什么？没关系，我讲太快。春节的前一天叫大年三十。中国的春节的前一天叫大年三十，春节的前一天叫大年三十，也叫除夕。大年三十除夕的那天晚上叫大年夜。这是我们今天新学的这个词，叫大年夜。大年夜，好，大年夜的晚上。大年夜是在除夕或者大年三十的晚上叫大年夜。好，大年夜中国人做什么？大年夜晚上中国人做什么？中国人一起吃饭，这个饭叫年夜饭。年夜饭也叫团圆饭。年夜饭里有什么？他们吃什么？我们来看看啊。年夜饭里一定有什么？这是什么？鸡。对了，一定要有鸡。为什么要有鸡？为什么？鸡和鸡听上去是一样的，听上去是一样的。吃鸡表示什么？大吉大利。刚才我们说吉祥话里头有大吉大利，对不对？所以中国人的年夜饭里一定要有鸡。因为吃鸡表示什么？大吉大利。对了，中国人的年夜饭里一定要有什么？
啊，为什么会有鱼？为什么要有鱼？啊，对了，因为年夜饭里要有鱼，表示年年有余，也是我们的吉祥话，对不对？年年有余，这个鱼和鱼听上去一样，对不对？听上去一样，所以呢，吃鱼，过年要吃鱼，表示什么？年年有余。北方人常常要吃什么？饺子。对了，北方人常常要吃饺子。什么是北方人呢？北方人，你看这是地图，这是中国的地图，在这条线以上的就是北方，在一个线以下的就是南方。就像我们美国，纽约人是北方还是南方？纽约 New York people 是北方还是南方？北方。我们是北方还是南方？南方啊，我们都是南方人，对不 对？我们在这里，我们属于南方人。纽约人是北方人，对不 对？哦，中国的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因为饺子像元宝，像这元宝。哦，中国古代的钱，古代的钱叫元宝，因为饺子跟元宝很像，所以呢要吃。啊，我们来看看，像不像？很像，对不对？啊，他们两个双胞胎很像，像呢就是看上去一样，看上去一样的，对不对？饺子和元宝很像，对不对？饺子像元宝，所以饺子是吃的，元宝是钱，所以吃饺子表示可以发财，吃饺子，所以我们过年要吃饺子，好不好？我们要吃饺子哈。南方人吃什么？过年年糕，南方人吃年糕，这是什么？糕，这也是糕。好，年糕，这是年糕，这个是糕，这个矮，这个高，这个矮。好，年糕的糕。听上去和这个糕一样，所以吃年糕表示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这是什么？超级碗 ，Super Bowl， 来，是不是？你们看了没有？看了没有？超级碗没有？看了，你没有看，你我看了，我看了啊！超级碗，超级碗，鹰队赢了，他们赢了，对不对？他们赢了，对不对？赢了，他们赢了。赢了表示他的水平高，水平高，高就是好的意思。所以这个高啊，不光是个子高矮，还是表示好的意思，好的意思。哦，鹰队赢了，他们的水平高，他们很好。所以吃年糕表示一年比一年好，好。这是刚才我们读的词哈，谁还记得这是什么？大年夜，好，你们都记得大年夜。这个呢？大年三十，太棒了。这个呢？除夕，除夕，除夕就是大年三十，对不对？除夕和大年三十的晚上就是什么？大年夜。好，你们真的好快，太棒了。大年夜，这个是什么？吃年夜饭。对了，吃年夜饭，年夜饭也叫什么？团圆饭。年夜饭也叫团圆饭。团圆饭是，这是什么？团圆桌。哦，这个是桌子，这是方的桌子，这个是圆的桌子。好，因为团圆饭，团圆饭要在圆桌子旁边吃，对不对？圆桌旁边吃。好，北方人吃什么？北方人吃什么？饺子。饺子。北方人吃饺子，为什么要吃饺子？因为饺子像元宝，对不对？看上去像元宝，对不对？看上去像元宝。南方人吃什么？年糕。年糕，这是年糕，对不对？为什么要吃年糕？听上去，对了，听上去是高一样的，发音一样的，看上去，听上去哈。好，现在我们要有比赛了哈，一二三，年年有余啊，很快嘛，年年有余。哦，你看不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Okay, 来再来一遍，重新来，重新来。Who's is it right now? 看上去。Okay. 看上去，对了。元宝。哦，对了，元宝。现在我们小组活动，按顺序摆出来，再读一读哈。哦，全家人一起吃的饭，这个年夜饭 ，OK， 很好。大家说笑笑，团团圆圆，所以这顿饭也叫团圆饭。好，现在我们要按小组来听哈，第一组和第二组，你们说，看看跟你们的一样还是不一样，请你们说来。大家听哈，他们说，你们听，看跟你的一样不一样？好，请你们说。春节有很多有意思的传统习俗，比方说，大人也中国人做什么呢？啊，跟你们一样吗？第一句一样的哈，一样的哈。第二句来。好。再来，全家人一起吃饭，大家说说当中，团团圆圆，所以这顿饭也叫团圆饭。跟你们一样吗？一样吗？一样，跟你们一样吗？一样，跟你们一样吗？不一样，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来，你们来说。当年全家人一起吃饭，这顿饭也叫年夜饭。哦，他们跟你们不一样，可以的，不一定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他们这样排也可以的，可以的。I saw that the teacher used a zooming in strategy to go from a whole piece narration to individual new words instead of teaching the new words one by one without any context. Also, to reinforce the learning, the students engaged in tasks that integrated speaking and reading using the new language items. Very good observations. Now let's watch the second half of the video.This part demonstrates how the teacher presented the first da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scaffolded the final presentation task. 刚才我们讲了大年夜，中国人做什么？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中国人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中国人做什么？中国人大年初一要穿新衣服，穿新衣服要去拜年，拜年，中国人怎么拜年呢？中国人是小孩给长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小孩红包。好，我是长辈，你们是小孩，我给你们一人一个红包，给红包，你给我拜年，我给你红包。红包哈，我给每个人一个红包。好，红包。好，小孩给长辈拜年，长辈给小孩红包。好，我们看看，打开看看里头有什么，打开看看有什么红包。哦，我没有放钱，我没有放钱，我放的是什么？我放的是什么？我放的是什么？我放的是吉祥话，我放的是吉祥话。你的吉祥话是什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年年有余。你的呢？大吉大利。大吉大利。你的吉祥话是什么？老少平安。老少平安。新年吉祥。新年吉祥。来，跟我一起说，大年初一。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人们都穿什么？穿新衣服，穿新衣服。然后这是什么？家家户户，家家户户过新年。这是什么？大街小巷，大街小巷有什么？放鞭炮，大街小巷这些啊，砰砰砰砰砰砰，鞭炮的声音哈，大街小巷放鞭炮。现在我们两组哈，两组哈，一组是大年初一组，一组是大年三十组。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这样子把这个全部重新排，然后展示出来。我们先来请大年三十组，大年三十组来展示他们的大年三十，然后再请大年初一组展示大年初一，好不好？来，大年三十组，好，开始。大年三十，初七，大年夜，传统习俗，传统习俗有什么？新年夜饭，团圆饭。哦，吃年夜饭，吃团圆饭，好。南方人吃年糕听上去糕，糕一样表示年比年好。一年比一年好 ，OK， 下一个。北方人吃饺子，饺子看上去圆。像元宝。像元宝。饺子看上去像元宝一样，很好，像元宝一样啊。表示。哦，表示发财，很好。是吉表示大吉大利。祈愿想年年有余。吃鱼表示年年有余，非常好。来，他们讲的好不好？他们讲的很好，讲的很清楚，对不对？很清楚。好。我会爱你们。你们很有意思。来，我们来看看大年初一组怎么表现哈。来，好，大年初一组哈，好，开始。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大年初一过新年，天春花，天春联，挂灯笼。I like the way the teacher had the students prepare for the presentation by manipulating character cards. This is a good strategy. It helps the students focus on learning and pushes them to use the new language items when they speak. Well, so much for today.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See you then. See you then.